圣咏集第113篇。亚力路亚，上主的仆人，请一齐赞颂，请一齐赞颂上主的圣名。愿上主的圣名受赞颂，从现今直到永远无穷，从太阳东升直到西倾。愿上主的圣名受赞颂，上主高越列国万邦，他的光荣凌驾穹苍。谁能相似上主我们的天主？他坐在苍天之上的最高处，他必会垂目下视，观看上天和下地，从尘埃里提拔弱小的人，由粪土中举扬穷苦的人，叫他与贵族的人共席，也与本国的皇后同位，使那不孕的妇女坐镇家中，成为多子的母亲，快乐无穷。